映电视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今年2006年啊，第一座，2006年的第一座。最近大家耽误很久了，心里很散乱的。将听的时候有困难啊。因为经过放假的时间很长，嗯，就是今天呢第一座啊，大家把心收一收，嗯，现在我们讲的《华严经》，普贤菩萨说的十定品，十定啊，十定的第十定，无奈轮啊，嗯。这是给十一地菩萨说的，咱们一般的教义里都讲菩萨是十地，在华严经讲十一地，这十一地呢就是将近成佛了，都讲的是佛果上的事儿。定本来是静的意思，现在不讲都是动，好像不是定，这大定的时候啊，动即是定。像咱们一天做很多的事物是在定中做的，就是佛的无量世界随顺无边有情众生，但是是在定中，在定中，嗯，等会儿咱们讲到佛的三身呢，三身这是佛的化身啊，化身都是在定中，嗯，化归法，就是化身归于法身啊。那么去年讲到，随顺四说。演说种子无量文字，而恒不坏离文字法，深入佛海，知一切法，但有假名，宇宙境界无系无着。这是随顺世俗啊，随顺世俗呢，就是随顺人间。随顺世间建立的种种的无量文字，嗯，这个无量文字啊，大家可能懂啊，嗯，像我们国家有汉文，有藏文，有满文，嗯，还有蒙文，嗯，那么其他的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文字。有各个民族的呀，文化。光说我们的国度，那就是这个南瞻部洲，仅仅是一小洲，在我们现在讲华经啊，仅仅是佛刹之中一粒微尘，等于一个微尘那么大，咱们看见很大。在华严境界里头就很小了，但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
有多少种文字啊？大家大体知道的，阿拉伯的文字，英文、法文，大概是通行的文字，各个州有各个州的文字，刚才我举的是我们国家，说这样子依着各个的文字所表现的，文字是代表了，代表了，文字是代表语言，把语言把它做成书面的，写成文字，但是在这个此随顺世说，这些大菩萨他所得到的智慧，他所得的智慧呢是空无相无愿无作，但是要随顺世间无量的文字，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相，不坏世间一切相，但是了知一切相是空的，是无有无所有的，这一点呢，背的久学的，学佛法学的很久的，教理通的，还得有行，行的正实，就是用你的行为修行证实佛所说的教化是不错的，是不谬的，不然你没法进入，这些文字都是假的虚幻的，但是这些大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能随顺世间，不会世间相，不离开文字，可也不立文字，不立文字呢是不如在文字上去执着，它也是随时变化的，咱们中国的文字变化就很多了，现在咱们现代的语言，现在的文字跟我读小学读初中的时候变化很大的，现在咱们叫简体字，现在咱们印的写的信台湾人不认识，台湾必须得重新学，学咱们的简体字，如果咱们印的经啊是简体字，台湾人不大些认识，因为我们经是古老的，不大啥变化，还是古体文字，这是最近的变化。如果看这甲骨文呢，那咱没法认识了，好多那碑帖上的文字啊，咱也没有认，没法认识了。说这世间的种种的文字像，这叫文字像。不坏的文字像而建立佛法，知道是假的，又随顺世间，这叫知一切法呀，单有假名，只是有个假名，没有实体了。大家可以怎么理解呢？像我主父，我曾主父，我们只知道个名字了，见不到人了，没有了。咱们汉唐的文化，宋元的名画文化，明清的文化，这只就我们国家来说，我们大家熟悉的，但是这些都是假名，乃至于文字是表达。我一个杯子，杯子是个假的，是个名字，那是代表一个杯子，什么样的杯子？是瓷的吗？是铜的吗？是瓦的吗？那里头复杂得很了。说这叫一切法，这一切法都是但有假名，
但是呢，假名必全实意。怎么叫全实意呢？说杯子一定得有个杯子，杯子是句话，它代表一种实践的东西。嗯，宝道说佛所说的戒定慧乃至苦集灭道，知道苦，苦是个名字，苦是名字，手冻了，天气冷，没得棉衣服，又没得火可烤，冷冻是个名字。当你身受的感觉到冷了很不舒服，没有保温设备，乃至还到死亡，死亡啊，名字只是代表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呢还是假的，还是假的，说代表意义还是假的，它是可坏性，就是杯子一定坏，它一定消灭。那一个人他一定，这个人呢，他假名字叫孟参，他一定要死，现在已经老了，离死不远了，这叫老死是挨着的，这是假的呀。死是什么相子？对，直到这种文字假名翻过来，还有一种不死的，不生不死的，什么体性啊？咱们讲的是佛性，就咱们自己的说法性，但是要这样子深入，不是浅浅的啊，这都从发菩提心，信了佛法了，这实信位，发了菩提心了，叫实住位，发菩提心，实住位，发菩提心，实住到实行，实回向，实地，现在是十一地了，将近成佛，说深入佛海，是这些个大菩萨呀，他已经进入娑婆罗智，他知道一切法，但有假名，没有实体。所以在一切境界呀，不知不着不乏，解脱自在。这个境界咱们达不到，一会儿再讲啊。说了一切法，空的无所有。现在我们知道一切文字，一切语言，一切事件的形象，就是境界相吗？没有，是空的，是假的，无所有。那佛说的一切法，乃至教我们所修的一些观门，乃至就修的咱们所说实定吗？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加实地，这些法，一切法全是假的，单有言说都无实意，所以你修的所有的行假的，但是你现在假不了，你苦就是苦，你不能把苦变成乐，乐也没有。但是这一法又怎么衍生的呢？别人空的没有的，那佛又不断的说法，一切大菩萨无愿度度众生，从法界生，法界生啊，是吧？咱们以前经常讲，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界是升起，是心，
心生一些法。说心生在种种法生，心灭在种种法灭。说这些个幻化的有，是众生心生的。众生的心呢，是指着那个真心呢、啊，不是现在咱们这个实心。因为这个华严经啊，我们现在是中间讲了2年多了。现在你们新来的这些个道友，在家的居士们，你没法听啊，你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们这学了2年多，还没入门呢，连门还没入。你们刚来的呀，想听华严经啊，告诉你了，一切法空，没有。说你这个人呢，没有，你相信吗？说我们这一屋子人400来人没有，你连信都没法信。说这个相啊，现在虽然是有，当体就是幻化的，当体幻化我们理解不到。假使再过个100年，这屋子人一个也没有了，哪儿去了？那又换了一批了，那不是咱们了。但是现象上是消失了，但是那本体，比如说你那个性啊，没有消失，没有消失。为啥呢？从法界生，也从法界灭。所以一切诸法呀，是空无所有的，是幻化的，乃至于菩萨所修的行，乃至现在这个所有十住十回向，空的。但是从法界生，这法界俩字讲起来很长了，而且心生在种种法生，心灭呢种种法灭，所以现在过年的时候。道友之间互相漫谈，第一个问题说烦恼很多，就是修道的因缘障碍很多，烦恼很多，而心里的呢，思想呢，实妄，那个实心呢，打很多的妄想。那我们现在讲华严经，讲到平等、解脱、自在、虚空、无形无相。那你观察你这个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当这个烦恼起了、消失了，另一个烦恼又来了。前头那个烦恼消失了，它又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后头这个烦恼又从什么地方升起来呢？你找不着，不信每位道友你找找吧。你假使印着你的烦恼怎么生的，那你得修个30-50年不行啊，1生2生不行啊。但是说是一切法犹如虚空，没有形象，但是又随顺法界演说形象，在一切法门上升起智慧，生一些字，对境生心，心能了境，了境是妄，这境界相都是假的。这样子呢，能够心能转境，就是到了这个无奈轮的定。若心不能转境，那就是众生，就是凡夫，若随着生死流转。那么现在咱们讲这段经文，
了一切法空无所有，所修的住行从法界生。那法界是什么样子，怎么升起的？犹如虚空，无相无形，深入法界，随顺言说，与一切境生一切字。这叫平等解脱。依着华严经说，一切身土，你这个肉体有情的，有情的有身体了，所住处，所你住处，所住处就一直处所，就要度，度就是国度吧，一个国家，国家有国土，那有你个身体，说每一件事物，全是像虚空一样的，无相无形，而互相不成障碍。这些道理啊，不是你们刚学的人所能进得入的。互不相离呢，又互不相犯，这叫缘起。缘起，咱们讲入虚空无形无相，是讲这性体，是讲性体，有形有相，随缘而生的，随着缘起，就缘起住法。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降生，这是化众生的因缘，这叫缘起的。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入灭了，不像咱们说死亡了，没有，回归他原来的法身。说在一切境界下所显现的每一个一个的境界，直到境界相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不变化的，假的才变化。我经常就拿普照寺的例子说，普照寺从后头那个山顶上到前头的广化寺，这一片土地大华严寺，宋朝元佑年间的觉正老和尚对住持这个寺，他是那个宋朝的国司吧，大僧正管理，从这个西南一直到这么陕西这一段吧，这一段。那现在没有了，他这大环寺没有了，挖出好多东碑呀，好多碑纪念这大环寺，住一两千人，这个地方住两千人。跟我们来呢，这只是空地一片，普照寺是重新建的，重建的。境界相随时变，随时变啊。我最初到五台山，这山是茂密森林，茂密森林，二次大战叫日本占侵了我们，咱们这是解放军的根据地，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都叫警戒相。现在那个境界相呢，无相无形没有了，换了个新的境界相，客观的现实的境界相随时在变化。咱们这个心里的思想也是随时在变化，相信吗？这点大家可能相信。我们都打小孩子时候过过，现在三十四岁的、二十岁的、五六十岁的、七八十的少，
到92岁的人，恐怕现在就我一个，第二个没有了。仅在咱们这个环境里，外头不一定，外头还有100多岁的人，现在还有个113岁的人，但是他什么都不能做了，老糊涂了，活着还活着，但这都是假象，假象，不是真实的。相由心生，发随境转呐、啊。相啊，是你心生起来的，一切法是种种样样的法，啊，心把它变化的。曾经有位道友，他是居士了，他问我：“老和尚，你懂不懂科学？”我说不懂。你懂不懂的哲学呀？我说不懂。他说那你说的很多有科学化有哲学化，我说我学的是佛学呀。咱们学的佛学是什么学？觉悟，觉悟就是明白，什么都明白，但是这是佛，我们学的佛，佛是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觉悟的。他告诉我们说，一切有形有相的全是假的，像虚空一样，虚空是无形无相的。说我们那个真的法界性，真的的性体，它什么样子呢？它没有样子，它像虚空一样的，在这虚空里头能够包容容纳你，你现什么相都可以。因为虚空啊，你盖个大楼就可以盖，像空的呀。如果先有了，你盖不成了，虚空的。说我们心入虚空，见什么相都可以，随缘见一些相。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定啊，叫无奈轮三昧，无奈轮三昧就是在定中。在我们思想一想啊，要入定啊，定目就是非常的静了，什么也不做了。但是到这个十一地的菩萨不同了，他定中就是这一切相，一切相都是在定中。像释迦牟尼佛到人间，度了这么多众生，说了这么多的法，是无奈的，而且在定中。定中所示现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报身呢是卢舍诺，化身呢毗卢遮诺，三身一体。一会儿咱们就讲这三身了。你懂得这种道理，才知道虚空没有形象的，它容纳一切形象。那虚空显示，我们说我们那个法心，我们那个真心跟佛无二无别的那本体了，现在我们迷失掉了。佛是修正了，显现了。那么因着这个心的演变，随着心体的随顺法界演说的，而就产生了一些境界相，产生了一些智慧。咱们从现在起，人人都能成佛的，但是经过好长时间呢，那就不一定了，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出来的。那时间长了，不是咱们想象的。完了，把这个所有过去的一切的自耐，一切的污言，一切的烦恼，一切的习气，把它转化变为一些智慧。你说智慧，
等你有了一些智慧了，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因为咱们的智慧不大，没有智慧，每个人都有个识，识所了别的。这个识又哪来的？识还是一直根本自升起的，根本自升起。都像我们这个识又还原了，转识成智慧了，成智慧了。嗯，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他像个男的？为什么他像个女的？为什么他那么老？为什么我这么小？你也要老的，我也要小的。我这个分段生完了，我又来了，又来那个很小，很小，很小，小的又老，老了又小，无穷无尽的变化。在这变化当中啊，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的。就随顺每个人的变化来演说，演说什么呢？演说让你怎么迷惑的？为什么你起虚妄心？为什么你起贪心？为什么起烦恼心？为什么起嗔恨心？这叫智慧，智慧。咱们有些人有些聪明，有些人没得聪明，没有啥呢？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是造业的时候，造业也得有得聪明啊！你看造坏事的，想种种方法做坏事，他把那智慧用得不得当，把那聪明啊用得去造业上去了，造烦恼业上去了。如果把它翻过来，翻过来什么呢？造清净业。就是说是造业，开玩笑也得有智慧啊。以前有几个小孩，不是小孩了，都二十来岁了。这是北京的故事啊，小孩儿在一块玩儿，完了看着人家那个大宅门啊，北京就是那些个那时候的那个过去了，说王府了、大官僚了，北京那地点很多的，一个小姐在门口站着，站在门口啊，或者想上去上街吗？想干什么？这几个年轻的人在这儿，他姐就说是啊，我只说一个字他就会骂我，我再说一个字，我再说一个字他就会开玩笑，他就笑了，是一个字他就会笑，我再说一个字他就要骂。那啊，几个小年轻的说，你哪有这个智慧呀，一个字那就是一个字，不多说话，也不认识人家，毫不相干。说那个，你假使你说一个字，让他笑了，再说一个字，他就骂你一顿，那我就请你吃饭。你说我是讲智慧啊，别听别处去啊。完了，我给你们讲这个智慧。他就过去了，给那个狗啊，旁边有个狗，小狗，他给个口磕个头，说爸，叫一个字，爸爸，爸爸爸，叫爸。那当人都笑了，说这小疯子，人给狗磕个头叫他爸爸，那不是疯子吗？一个字。他调转身来给那个小姐呀、也磕个头，妈。那小姐不生气啊？骂他，他说你不要生气，我们这打赌的，一个字让你笑，一个字让你烦恼。这要智慧不要智慧啊？还有你看那个盗窃犯，不论干什么，他的脑子非常灵活，用得不得当，不得当。现在科学家发明原子弹，
现在发明更尖端了，杀人的武器，要不要智慧啊？这叫四字变聪。嗯，说我们把这个时候转成了说学佛，学佛，嗯，学佛得有大智慧，还得要有过去的善根。嗯，你能学得到吗？嗯，像说空无相无愿无作无法解脱自在，都是几个字一句话，但是要达到语言嘛，语言是个符号而已，这个符号一定有背后有事实啊，没事实这个符号怎么建立呢？认为大家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符号，什么符号？代表那一届的人都是觉悟的，究竟的达到成佛，成佛了。嗯，说众生三恶道的众生迷得最深的，一个迷得最深的，一个悟得最深的，一个迷一个悟，中间一个字，一字之差，一个觉一个迷，我成佛了，有觉悟了，究竟觉悟了，堕了三途了，迷得最深了，就是一个迷一个悟。你怎么能把这个迷变成悟？看是一个字啊，这过程可就长了。咱说三恶生几劫啊，这《华严经》不讲究这个时间，从你心上来变立的，这咱们讲了很多了。嗯嗯，说把一切事物看成都是虚空的，都没有相，没有形体，明明咱们这屋子好几百人嘛，说是空的，一个人没有，你信吗？现境界实况时候你是不信的了。假使要再加解说，说一百年之后啊，这个屋子的人呢、啊、一个都没有了，一千年之后啊，普照寺早都不在了，这你就信了。但是得经过时间，要不把时间说呢，当时你就看见，能看见他一千年之后，怎么看不见呢？佛看见其实一千年呢，无量劫无量劫的，没有时间计算呢。但是空无相无形，深入法界，深入法界啊，就深入了，明了心了，究竟觉悟了。深入呢，就是我达到成佛了，又随顺世间相，演说一切法，演说一切境界相。嗯，假使说一千年以前，说那个大华严寺，把它说没有了，说这现有的普照寺。你有这种智慧吗？我这两个地方，这个普寿寺，我现在在那个温州乐清县，也修一个庙，也修一个庙，能仁寺，这两个时间是同时的，宋元佑，那时候元佑十一年，这是元佑三年，相差了只有八年。那个老和尚叫真歇了禅师，这个老和尚叫觉正大师。
那个老和尚做过福建孤山龙泉寺的和尚，到了雁荡山做和尚。我在孤山学，我非常的尊敬崇拜，珍惜了禅师。对，所以人家想人家说要把那个庙恢复，我就发心把它恢复了。恢复完了呢，交给别人了，跟我没关系了。那这个普陀寺现在叫普陀寺，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这是短短的才一千年。像佛说华严经的时候啊，到现在大家知道是在印度说的华严经，无量无量劫华严经是没停过的，永远如是说常性的。这些个无形无相的，就是释迦如来所现的相，现了相了无相，现了形了无形。因为无相无形才能随时现，才能随时消失。如果有相有形，变化不了了。懂得这个道理，我就用通俗的语言呢跟大家讲，大家就明了。不然华严义你没法进入，这是无奈轮的大定啊，是在定中啊，定中圆说法。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寿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由彰化县供佛斋僧护持功德会主办。113年中部全国供佛斋僧大会定于8月11日星期日，在彰化县立体育馆庄严盛大举办。四方信众前往彰化县立体育馆齐聚祈福，同沐法喜。中部全国供佛斋僧大会从民国80年起就开始在彰化县立体育馆举办，这是彰化的盛事。从举办以来，获得县府团队的全力支持，也因此筹备的过程都非常顺利。透过供佛斋僧大会，能够弘扬孝道，净化人心。社会如果都能懂得孝顺父母，报答父母恩情的话，就会使得社会更祥和，国家就会安定。法会恭请主任委员上国孝亲长老领众，洒净仪式接起庄严序幕，并在彰化大佛妙音合唱团的妙音供养声中，与会大众齐唱三宝歌，并开始进行庄严的献供仪式。尽献无忧恼。慈悲的上国下亲长老在开示中为大众解说什么为孝顺之道之法。什么叫做孝顺之道之法呢？讲到孝顺有两种，一叫做事孝，二礼孝。先说明事孝，事孝的对象有三种，就是父母、师生、三宝。因为父母对我们有生育恩，师生对我们有训导恩，三宝对我们有救护恩，所以我们都应当一孝顺报答。大众在上香后制成恭送佛说盂兰盆经，与佛前大供。法会礼请常禅长老宣读文书，在礼请宾陀卢婆罗多尊者慈悲受供之前，则恭请净续长老领众恭读宾陀卢尊者应文。大德宾陀卢婆罗多是受佛教赐，为末法人作福田，愿说彰化县供佛斋僧护持功德会于113年度在彰化县立体育馆举办中部全国供佛斋僧大会，愿说我等请就礼一拜。今年已是第31年举办的中部全国供佛斋僧大会，在大家的用心护持之下，参加人数越来越多。今年预计有5000多位法师莅临现场，信众及义工与会人员将超过18000人。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与县府团队对于供佛斋僧活动的全力支持，让每年的大会都非常的顺利。在这边我想除了利用机会谢谢大会，那有这么多的这个动用了将近5000名的一个这个志工，当然更要谢谢我们的所有的法师以及我们的信众，有18000多人共同来参与今天这样的一个盛会。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法会，让我们阴阳都能得利，让我们离世的亲人能够离落地阔，让我们自己心灵更加的安宁，能够呢持续不断的上进，也跟佛法更加的亲近，让我们能够短书化修书，修书化佛书。我们掌声再次谢谢所有的诸山长老，所有的法师平时对我们心灵上面的一个这个加持，对于无形的一个这个协助。供佛斋僧大会起源于在佛陀年代，
目犍连尊者他的母亲在世时因为悭贪，所以死后堕入恶鬼道。目犍连尊者为了救度他的亡母离苦得乐而请示佛陀，佛陀教法说，在结下安居圆满日来举办供佛再生大会，以此功德就可以救度亡母，就这个因缘，所以在佛陀那个年代就举办了供佛再生大会。我们出家，那么没有尽到照顾自己的父母，是不孝，乃至于很多的父母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让他去出家，那么会觉得好像没有尽到这个孝养的责任。我们从目犍连尊者的表现，大家就可以知道，父母我们再怎么孝，他的老化，他的生病，我们也都没有办法能够帮他去承担。最大的孝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现世的父母能够走完人生岁月，生死能够得到解脱，不但是如此，又能够让我们七贤九祖都能够得到受益，得到超度。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办这个依兰盆法会最大的目的之所在。午后大众念佛共修，恭请上会下律长老说法开示。出家是令佛陀的血脉佛种不断，所以要出家。我们为了迈向生命的圆满，所以要出家修行。我们为了要完成生命的觉醒，所以要出家要修行。我们呢，为了令佛陀的血脉呀、佛种不断，所以要出家要修行。诸位，如何能够迈向生命的圆满啊？经典里面说，心早有，就是早于生命的假象，旷劫而至凡夫，停滞在凡夫里面。心如果铸造在这个缘起的生灭法里面，以为它是真的，这个经过百千万劫仍然是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正解啊，心无，也就是心了解一切法本空，本来就是无念无住无相啊，无为。那么我们的心呢、立刻跟佛相应。傍晚恭请上果下清长老领众放大蒙山，将无量饮食及水布施给恶鬼道的众生。法会现场免费供设长生路位、往生莲位，供四方信众及亡者一同沐浴佛恩，将功德回向于现世乃至七世父母，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名扬两利，起欢喜心，并希望借由法会弘扬孝道、净化人心的理念，在循循善诱中使人心弃恶向善，促使社会更臻祥和，国家更加安定。生命电视彰化采访报道。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一分钟继续跟各位讲圆觉经。在还没有开始谈到圆觉经的时候，有一些在学习上的一些观念哈，跟大家分享。把自己所知道的和大家一起哈，来作为学习上的沉淀。应该前几天在群组上啊，有传了一个境界法师，也就是禅宗当时在建立寺学佛院的教务主任哈、的一段开示，也就是当时禅宗老人家哈。是我们台湾教界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位老修行，虽然已经舍八了。那境界法师有一段对老人家当时的开示跟大家分享。那刚好我都看到了这一段，我也把它转传到我们深众的这个群组。那我们觉醒师呢，也很值得把它分享到我们护法会还有一些群组。那我简单的再把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概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学佛很重视的解跟行，就解行并重。解呢就是教理，我们对佛法的教理你一定要通。佛法的教理假如没有办法理解，往往在生活上在知见上你是很难确立的。因为待会我们在弥勒菩萨章会谈到修行有两个障碍，一个是理障，一个是事障。那为什么要把教理要通？你教理没有通，你佛法完全不懂，你很多概念都是套用世俗，就是用一些世俗的角度，然后从世俗的解析当中，简单好听叫世俗，讲比较透彻一点，就是跟欲望结合。这弥勒菩萨刚在谈要怎么样解脱，要怎么样断生死根本，也就是这个欲望。那为什么要从教理上要先通通，你才能转念？很多的思维角度，你会站在一个出世间，而这个什么叫出世间？世间又在哪里？出世间又在哪里？是不是离开了这个世间，有另外一个环境叫出世间？不是。出世间就是不染浊，以那种不染浊，以我们比较世间通透的通俗的一个讲法，就是心量要宽广。那种心量不是乱无章法的，